第八题说有一个物体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分0.5克，体积有50立方公分，请问我它的质量是有多少？那我们晓得我们的密度公式叫做 D 等于 V 分之 M， 所以呢密度就是体积分之质量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质量就是 D 乘以 V， 质量就是密度乘以体积。我们的密度呢是 0.5， 我们的体积呢是50，所以算出来呢我们的质量呢应该呢是25公克，所以呢我们答案呢就选择的是 B， 我们的质量是25.0公克。